为了创造原名文创商品的价值空间，仁爱乡公所10月29号来到台北大稻埕推广伊那谷香糯米香氛知性之旅体验活动，希望透过嗅觉感官分享仁爱乡的部落芬芳。分别为伊那谷香糯米的那个味道，然后再来就是绿意、森林、香氛以及橘调，然后每个味道各代表整体部落的环境。伊那谷香糯米是特有水稻品种，具有茉莉、芋头等香气，而栽种的过程容易受气候影响，结穗量少，尤为珍贵，因此是将香糯米作为香氛主调。以米为主调，然后分为再做前调跟后调，然后挑出你内场体验所挑出来的味道，然后由你自己再去做命名，所以这是我们整体香氛所要给游客最大的一个体验跟感受。主席表示，目前已推出松林以及奥半大部落2天1夜的香氛体验，对此仁爱乡公所也期待能够带动部落经济，吸引青年返乡就业。天空之城在发祥部落那边已经很成熟了，所以我们已经也是推了好几年的深度之旅，我们希望也把我们的青年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也可以回乡，也可以回到部落去做一个导览，做个 DIY 啊，去做一个那个美食。耗费10年富裕香糯米，如今仁爱乡也创新研发香氛产品，让游客除了品尝美食、欣赏风景之余，也能透过嗅觉感受仁爱的独特味道。原生新闻，感受马要嘎哇，台北市曾报道。